感情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我们的运动时间了。今天玉梅老师呢，要教大家做侧伸展。好，那脊椎哈，起的呢，那个两骨哈，起的呢，张张。好，嗯，大概是要向左边拿东西，要向边右边拿东西，要行来行去。好，故说呢，要灵活的话哈，那脊椎要做侧伸展。好，那个两骨哈，那个中间的两骨哈，要靠压两片的。顺风也腰诶，也两片咧顺风的肌肉哈来保护，哈，人家两片咧肌肉哈很无力的发，哈，人家个两骨啦，就会歪来歪去，会脊椎侧弯，哈，故说亚洲通状咧，对脊椎侧弯非常的好，哈，也起蛋哈，同样啊，玉梅老师讲过，人家脚带起蛋也哈，看玉梅老师的脚趾头，你的脚趾头拿起来，好，脚趾头拿起来，各位大家不用下去，好，各位。啊，你看到脚趾头哦，好，起胀以后呢，好，吸气的时候做事卡起来，向当哈，好，一下呢，做事向当哈，右手向下摆，然后侧伸展，吸气，好，吐气的时候向右边，好，不用强松哦，右边不用强松吐，好，停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压竖，老压个，不用压肋骨，顺风压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挺多呀，老牙横膈膜全部来开来吸气，吐气。很多朋友在向舒安的伸展，你这样可以试，一吸嘞，也许你这样可以试安嘞。好，舒边呀，保护牙牙位，不用强松。好，吐气，等下导播大哥又讲啊，做天难嘞，啊做哈简单的位，好安嘞就好嘞。好，慢慢的挺多呀。好，你的肚子哈，吸气，吐气，肚子舒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肚子舒。好，停到呀，舒哈，这样可是你可能没办法顺出，没怕哦，顺出来，慢慢的，轻轻的顺出来。好，放气来去，手叉腰，啊呀，也会保护哈，吸气，上来，好，吐气，不用强松，那个舒，松下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松下来，好，慢慢的，不用强松，好，然后一片，你看哈，要两片，一片树来树，一片树存，一片爱树存货，一片嘛树莽存，你看，你会吃到树一片果一片带，有冇？故说很重嘛个哈，已经系两片向下做，做好起个呢，将两只树向下做，人家很多侧伸展，你起凳做、坐凳做、动动方法可以做，好。好，另外一片吸气，好，慢慢的，你看那也数字哦，看玉梅老师在做数哦，好，慢慢的伸上来，好，慢慢伸，你看呀，数本来不用落呀哈，看玉梅老师的身体吸气，啊，别乱唱，你看到吗？好，吐气的时候也疼啊，真的，数夹在耳根，一只数保护的。吐气，不用强松。好，吸来长，吐不用强松。吸来长，吐不用强松。好，乡亲朋友，假使你们知道没安全感，竖手叉腰，好扶登记，好慢慢的按，你就懂安全了、哦。你这样可以试按呢。好，让我讲，你只要做一个侧伸展了，你脊椎会得到氧气，你脊椎得到氧气，你引出汗毛来给落。好，按做瑜伽可以抗衰老。好，慢慢吐气，慢慢吐气，来长来，好，吸气，另外只手咪可以不用了呀，咪可以不用了呀，动作方法做得做，头拿记得莫跌下去，记得老乡亲朋友，头拿逆弓，夹定牙竖，好，慢慢吸气进来，哦，也会来到动身哦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竖张。手掌、竖腕、肩头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不用强松。好，也是单片的侧伸展。你假使讲，你唔可以先做侧伸展，你先向单方伸展，这样侧伸展，也按的方法较简单。好，玉梅老师教大家哈，慢慢的吸气，向单方。好，也哈竖不用强松，你做竖不用强松，右手上来。好，松，好，慢慢的
光强爽，做事爽快，慢慢的爽快。好，你爽快些，你尽量老娘的侧腰来存来，好，光强爽。好，两只手，爽快，这样停一下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光强爽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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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手腕也舒展，肩头一寸寸的量下来，吐气，放轻松。好，也是动安全啦，又动简单的方法。好，站过来，嗯，做些量，也脚起到安尼，应该是用石头看难。嗯，脚打开来，脚打开来按开。好，吸气的时候，竖双后背，你看到安尼下面动有精神。好，吐气的时候，做数，向当方，右手向下摆。好，一下捏右手，扶着捏大腿，动有精神的来上面。好，吐气，两只手，慢慢的向右偏。乡亲朋友，你看哈，我老人的身体骨也来下来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慢慢的，记得咯，也莫跌下来，莫安呢。安尼方也肩颈会舒爽哦，哎安尼，也身体行到那，头脑就行到那，好慢慢的吐气，好胸提和吸，吐，吸气，吐气，喷气，吐气，喷气，好你听到呀？听到呀？你假使当双人就停顿，我底下享受哦。好吸气的时候。康阿叔，来上来，好，屁股夹紧，臀部夹紧，大腿有力，吸气爽，好，吐气，放轻松，参练气功用的，其实瑜伽哈，还懂很深层的气功，配合伢呼吸，平常起练做透气的，伢老身体来开来，搁做深呼吸。身体的阳气可以做很深入，好吐气放松，好不用放松，手不用肚子呀，好慢慢的吐气吸气，吐气气，吐气气，吸气肚子抬出来，吐气气，肚子缩进去，也按照腹式丹田呼吸，吸气，肚子抬出来，吐气，肚子手缩进去，好，一美老师都顺风，侧边不用看哈，看肚子，吸气，肚子抬出来。吐气，肚子数尿液，数到平平，改到啊吸气，肚子抬出来，吐气，肚子数尿液。好，要按照腹式呼吸，你都看到多明显。故说，嗯，起在脚，起在有力气的哈，能用肚子的呼吸，你做我们得用胸前。你用胸前的话，你会好会胀到。好，按照翻片呢，按一片之后，左片之后，按照左右片呢，慢慢的吸气。打开来，好，数向左偏右偏，好，把你的生命力打开，把你胸扩开，好，在一个吸气的时候，把老娘右手向当哈，数转开来，好，左手向下摆，当向数两个伸展了哈，一下娘数右手向当哈，左手向下摆，身体骨也来开来，来开来，来开来，来开来。好，来到当，来到最极限一页呢，来到最极限一页，吐气，放下来。好，同学朋友，你这样可以是安呢，你就停了哦，莫做太沉哦。好，你假使做得的话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慢慢的停到呀，啊，你停到呀，一页呀，稳定。好，慢慢的，记得了，莫按跌下去。好，你按你跌下去的话，也肩颈会受伤，那呢，严的。好，停到呀！好，你数没可以用了呀！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数存出来。你看到，你看玉美老师的叶片呢？叶片的腋下淋巴，你可以来到更多，延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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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来，给我倒数指头。好，停到呀！你木足可以十皮了，还唔会头脑粉的怕。好，停到呀，吸气，给我吐气。好，右数二三老爷。来注意，上来，慢慢的上来，好，上来也吸气，
好吐气，同样啊，舒展，肩头，不用轻松，你要吸的那个头抬起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轻松。好，乡亲朋友，参加安尼动作哈，起点的做一番哈，你看哈，你看玉梅老师从下脚、侧边、大腿、侧腰、腋下淋巴都数字。哎，你要两片哦，迄肝胆经、肝经、肝经、经络哈，佮胆经那个循经，那你来开了两个身体呀，嘿，要肋骨，要肋骨，要一条条的肋骨，那个扩胸的话哈，你头一位还太大。好，佮算讲哈，乡亲朋友同玉梅老师讲，老师仰个坐垫呢，仰个坐垫，嗯，坐到垫呢哈，不过你坐到个碰垫方也系个。天来哈，也爱坐到榻榻米，拢无相干。你啊坐凳椅的哈，嗯，最好你啊四五后背呢，可以用一个安尼垫子哈。你坐凳中央哈，吸气的时候手打开来，好，中央做事，吸气，上来，慢慢的上来，好，来上来。好，中央啊，都要顺势来一下哈，要吐气，右手，好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中央按的侧弯，中央按的来，从压片开始，从压侧拉腰开始，一直来，来一直先，好的呀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转转过来，好，慢慢的向右片，挺到腰。记得啦，乡亲朋友，你右肩啦不用轻松，莫安呢，不用轻松，吐气，你家是很做的，家是很做的，安呢。记得啦哈，你个野位要偏的野位要偏的侧拉腰，你竖边要肋骨，肋骨顺哈，要侧拉腰要来开来，多的呀。好，慢慢的抬起，看玉梅老师的竖，嗯，竖张张开是弯曲，唔怕，顺出来，慢慢的进步哦哈，每次都挺难。好，慢慢放气了，也同样吸气。好，慢慢上来。好，吸气。好，吐气，不用轻松。好，慢慢的向上上。好，放松。好，左偏左，右偏左。乡亲朋友，要记得玉梅老师讲的几番。你看到玉梅老师做，唔好讲啊，也太难啊，冇可能。好，嗯，这场来跟他老导播大人也都导摄影大哥分享讲。你看到我做，唔会讲哦，有人还没做到安呢，冇讲哈安人安晓得，好记得讲有人还没可以练到安呢，好安呢，你自己会过到他吃菜，比较健康，好慢慢的吸气，中央啊，好左偏，吐气，好来开来，身体来开来，好顺出来，记得啦，左边的肩膀啊不用轻松啊，你假使你脚按高，唔怕你失眼之后，后一发像玉梅老师一样啊，跌到天哪，吐气。左边放手，好，吸气，上来，慢慢的上来，往上，记得不用下来，去哎，让下舒张，好，慢慢的肩头，慢慢的向上松，吐气，好，还原，好，放松，好，也是坐垫做的，你起垫可以做，坐垫没空间可以做，你硬硬做。一片做三刀，左片做三刀，右片做三刀。然后玉梅老师同脚的带左片做三刀，右片做三刀哈。我这么讲，按都解释了哈。吸气，扩胸，好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不用轻松，按你算一刀，听一刀，吸气。往上，吐气，往下，左边侧，好，脚起，你就可以去夹中央安的。好，吸气，上，好，吐气，右偏，够延伸。你那动向舒，两个伸展，好，够吸气，上来。乡亲朋友，看到哈，不用下来，也不用轻松，不用轻松，不用轻松，不用轻松。也吸哈，也给呼吸，然后给不用轻松。好，安尼
佮侧弯呢，可以让人家横膈膜打开来，可以让他好透气，可以让年纪可以较好上，五岁都是说当一做哈，今年的运动就做到。